大家好，我是西域新古典乐团的团长刘佳宇，非常高兴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啊，相聚我们的上海东方音乐厅，来欣赏我们这场罗根与西域新古典乐团游戏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也是从三月一直延期到了现在，整整快半年的时间，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可以继续来我们的东艺来听我们这场音乐会。那在这里呢，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作曲家 ALBG 萝卜罗根先生，然后还有 Echo 合唱团，还有 Echo 合唱团的指挥洪川先生，那还有我们的抚乐文化。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指挥洪川还有作曲罗根上场。我也有请。那今天呢，大家不光可以看到我们的乐团，还有我们的 Echo 合唱团，大家也看到了罗根已经就位了，还能听到他亲自的钢琴的演奏。那接下来就请欣赏这场音乐会，谢谢。
欢迎大家来到 LBG 罗根秋季个人音乐会的现场，我是抚乐文化的负责人郑小晨。
终于见面了，各位。要我说，这是带一点坎坷的相遇。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从春季音乐会一直等到了秋季音乐会，直到今天我们才相聚在东艺，一起欣赏 LBG 的作品。虽然等待的过程很漫长，但也给了我们更多筹备的时间，也让我们欣赏了音乐会更加完美。相信各位对今天的演出也还算满意吧。演出的成功当然是离不开各位的帮助，在这里我仅代表上海抚乐文化全体人员，对长期以来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并对今天百忙之中莅临音乐会的各位嘉宾表示感谢和热烈的欢迎。今年是抚乐文化成立的第七年，不谦虚地说，我们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这一切离不开在座的各位人士的关心与支持。这七年里我们得到了社会朋友们的支持，并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信未来我们也能继续相依相伴。刚刚在欣赏 LBG 作品的时候，我的心里很感动，回望过去奋斗的点点滴滴就伴随着音乐在我眼前闪过，我的心里就想了，这是我们抚乐制作人的第一个个人音乐会，但我相信一定不会是最后一场，在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制作人走上音乐会的舞台。今天我相信我们抚乐文化的每个人都怀着感恩的心坐在这里，我们期望用最朴实的行动感恩和关心支持我们的每一个人，未来我们也会一如既往以最优秀的品质作品回馈各位，也会有更多的作品展示给大家。最后还是衷心的感谢各位来宾以及长期以来支持关心抚乐文化的各界人士，谢谢联合主办方西域新古典乐团刘佳宇老师，谢谢 Echo 合唱以及指挥洪川老师。最后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这场音乐会的作曲家罗庚老师。有签售活动，欢迎大家移步餐厅门口排队。现在进行最后一首 Uncle 的乐曲